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编总则第六章累犯第四十七条累犯受徒刑之执行完毕或一部之执行而赦免后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第九十八条第二项关于因强制工作而免其刑之执行者于受强制工作处分之执行完毕或一部之执行而免除后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论第四十八条裁判确定后发觉累犯之处置裁判确定后发觉为累犯者依前条之规定更定其刑但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发觉者不在此限第四十九条累犯适用之除外累犯之规定于前所犯罪在外国法院受裁判者不适用之